欧洲冠军联赛的奖杯叫圣伯莱德杯，由于奖杯两侧酷似人的耳朵，又被称为大耳朵杯。欧足联规定，夺冠的球队必须在下赛季的决赛之前将奖杯交还，不过他们可以保留一座复制品，但复制的奖杯不能超过原件大小的1/5。赢得5次冠军，或者是连续赢得3届冠军的球队，则可以永久保留一座奖杯作为纪念。1966年，皇家马德里永远留住了第一座原始奖杯。此外，阿贾克斯和拜仁慕尼黑曾连续3届夺得冠军， AC 米兰和利物浦获得5次以上冠军，因此他们都各收藏了一座奖杯。2007/2006赛季及之后的奖杯也就成了第6座欧冠奖杯。